比赛前一定会嘛，就是放音乐，然后大家这样子开开心心的这样子，因为我希望大家就是那个心要一起，凝聚力这样子。可是然后换我要练投的时候，我应该知道应该会上场，然后可是我拿到球之后，我就要告诉自己要冷静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球队赢嘛，就可以去东京嘛，所以很重要。然后我希望为球队拿下胜利这样子。勤收，我觉得勤收就是大当都是以参考为主嘛，对。可是因为一些临场反应，还是要当下的那些反应去面对，然后以临场的表现去看打者，或是看我跟捕手的一些配球上面这样子。我觉得多少应该会有一些进步吧，因为毕竟张力不同嘛，对吧？因为季赛跟这种国际赛的张力，国际赛张力会比较大嘛，对吧？我觉得应该对自己会有一些帮助哦，因为没有去过嘛，所以也很期待，但是也有点紧张这样，对吧？我觉得没什么差，因为在台湾这样比就已经就是那种气氛都已经很好了。我觉得如果去国外，即便台湾球员不在，但是我们球队的心是一起的，我觉得会表现得很好。